今天的风格，大家来猜一猜是什么风格呢？因为最近在看一部美剧，所以就尝试一个这样的妆容，我还挺喜欢的。我以为你染了一个粉色头发，那个果然要看了，看，我以为染了一个粉色的头发。Of the silence that allows for my mind to run around with my ear up to the ground. I'm searching to behold the stories that I told when my back is to the world that was smiling when I turned. Tell you you're the greatest, but once you turn, they hate us. Oh, the misery. Everybody wants to be my enemy.Everybody wants to be my enemy. Look out for yourself. My enemy. Look out for yourself. 我们现在，我们现在的拍摄已经结束了，然后现在我们要去一边弄图一边选片，要不然来不及了。大家好，我们现在的活动已经结束了，因为今天稍微时间会有一点赶，然后就没有很多特别特别多有趣的素材。但是现在呢，我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点非常无语的事情，整个无语的事情，就是。刚才我很肿，然后现在活动结束了，我消肿了。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可能是老天在捉弄我。我今天化了一个这么开心的妆，这个妆容是我亲自打造的。我不明白为什么现在消肿了。这个眼影我擦了卸卸的擦，我总共就擦了差不多有三遍吧。文杰就是想把我杀掉，然后现在消肿了。就是大家可以观察我的直播，我其实是很肿的。没错，但是现在消肿了。我决定要把这个视频录给你们，告诉你们我消肿了，不然对不起今天的妆容，并且我可能会一直录着这个视频，录满它一个小时，录满它直播的时间，怎么样？我累了。